我的那个讯息都停。好，没有那个，在他前面的都让开，好，不然大家看不到。对，在他前面的都让开，然后另外就坐下的都让开。居然你看我前面是反坐下。好，那个因为前几天有去，不是前几天，前一阵子有去那个温桑米嘛，然后去温桑米的时候有。就是那个Modern World Conference， 我是为什么去？Modern World Conference， 那那个有看到高雄的一个团队在 demo 他的那个 Web3 嘛？那其实如果各位不知道的话 ，Arduino 是一个开发板，那它是拿来可以让你去配一些电路，然后做一些事情。那 Web3 的想法就是说，怎么样让 Web 跟这种东西可以互动？那其实 Firefox 也有做一款，在 Firefox 也有做一款，也有一款相关的东西是那个日本的 KDDI 做的，叫做 Open World Pro。那它是也是一块板子，然后上面有 Firefox， 那你就可以写 JavaScript 去控制它这样。那无论如何啊，我们直接来看翻译好了。翻译在墙上，在那边，现在故意把它挡住了，到底为什么？到底为什么要把它挡住呢？在后面人看什么？坐下。好了，那边现在有连一块，但是它的上面现在有连一块东西啊，那就这么小而已啊。那是透过那个 wireless 来操控的。那所以现在看到我前面的网页啊，有那个 RGB 嘛，三个。那我现在如果把那个 R 往前面拖，然后就发现，它没有动哎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还没按设定啊。然后你就看到说我在前面拖动板子的时候，它那个地方也会改，我就 RGB。那其实里面用的是 Web Component 这个技术，然后我们可以来实际看一下，就是呢。好，真正的关键点就是这一个东西而已啊。其实蛮简单的，好，那说蛮简单，其实是代表它很多东西都包在里面的啊，就是。这个东西，那个 WARGBLED， 这个是它包的 Web Component。那它里面把那个要怎么让它亮，怎么样的颜色，这个事情用 JavaScript， 然后就把它包起来，包成一个元件。好，那你就可以想象出来就是一个积木啊。那把它丢到网页上面去之后呢，这个地方它由于 Web Component 的那个技术的关系，所以它可以有 Auto Binding 啊那些东西。那总之。无论如何，就是表示你可以用 JavaScript 操作网页，那个网页可以去操作 Web 最后上面的线路。那这种情况之下，你就可以让网页跟实体的东西交互运作。比如说，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玩的范例是那个分那个叫什么 Facebook 还是什么？然后叫 Facebook， 就是会应该大家前面都比较都玩过吧？就是会这样跳那个，那他把它跟实体按钮结合，把实体按钮结合，那透过电路嘛，那你实际在那边按按钮，就透过电路跟网页沟通，那网页上面的钮就这样跳。那这个我觉得算是蛮有趣的啦。那前一阵子应该就上礼拜的那个日本的粉丝，就是国家奖片的人来嘛，那他不是有也表演过一个那个趣味版本。那个东西也是让 Web 跟实体的东西合作的一个很好的范例。那所以这个东西是高雄大团队送我们一组，送 Mozilla Community， 送 Mozilla 的一组，那会先被我拿去玩一下，那我就自肥一下，会先被我拿去玩一下。那我玩爽了，然后呢会把它放在后面，就跟我们现在那堆玩具被放在后面一样。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，也可以考虑去玩玩看。那这东西在我们后面有团购，如果你有加 Telegram 的话，现在已经有在开团购了。那我现在有这个话，我就不会去买了。不过我们要目标是要怎么样反应什么东西。好，不过如果这就是问最要，那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玩玩看。那为了要让高手的团队觉得送我们这个是值得的，为了
对，为了要让他觉得这是值得的。当我拍一张我在 demo 那的时候，哈哈哈哈哈，我对着拍影片，对，我让我对着拍影片，我当时有拍影片，不过无所谓，因为我不想让我胡讲瞎讲的东西都拍得不知道。好 ，OK， yeah. 那好，请帮我拍照片，然后要接着传给我，接着传给我，那我嘴巴在讲。这样子才能够看起来比较真嘛，那大家也可以偶尔往这边眼光瞄一下，那这样他们就还可以拍台下的状况，你看多好，对不对？这就是送我们东西的好处，就是被拿当玩具，然后就还有一点点一点点微薄的宣传效果的。好 ，OK， 大家就这样，谢谢大家。